用3分钟的时间速通图书馆。现在倒计时是9分钟50秒，犹豫就是浪费时间，也别观察情况了，直接往上冲啊！这可是我家门口，怎么这么多人？这对手相当狡猾，喜欢绕后。那顺势架住家门口，也别出来了，好好在家待着凉快去。团队诞生了新的超神选手，这家伙好像没想打我。兄弟，你要认真一点，免得有些老弟说我听演员。而且正在撸租他呢，就算请的演员也多少能对得起自己职业，认真点好不好？反正这种趴在地上不打我的，更能够显示出素材的真实性。听到脚底下有人，刚好绕过一个，这家伙相当喜欢绕后，两枪精准命中，得亏这把狙没有打空。别说三分钟速通一局图书馆，3分钟过掉狙都难说。这哥们儿突然趴在地板上，没办法，是打习惯，待会儿尽量不要再对他动手了。注意前方的三号队友没打过，但是残血两枪就收掉了，这把运气相当好，手枪也没被卡住，就剩下一把沙鹰手枪。请注意，这对手还是优先打三号，没打我，我平底锅又解锁了，这倒霉的三号老是帮我吸子弹，想抓紧时间拍，结果对方火力太猛，迂回一下好像也没啥机会，这波浪费了有10秒钟的时间，能不能找到人全看运气啊。刚好狗洞跑出一个，我运气怎么就这么的好呢？